开始干活啦。就那个也是比较喜欢，就是那种欧美的那种写实的那种，然后你还比较擅长这个，个人还是比较喜欢你这个。虽然关注你时间不长，但是刚关注我就直接过来了。谢谢。这是我直播间昨天的榜一大哥。第一次见到就是那种榜一大哥。长沙朋友院给你发消息了。嗯，那得把他约过来看一看。胖就走可爱路线，微胖那个就是对，那个就性感，分清楚。有的时候可爱是不是好话？嗯，对，是的。就是已经不知道怎么夸你了。是不是你又不去说了？没有，你可爱是真的可爱吧？我们都觉得你很可爱。爸爸好了吗？好了。那我说不念你，你就是不想来吧？不用了。最好是要不然跟你妈妈告你。能耍起来耍，单身吗？我不觉得。也不是他，不是。月明应该能够。应该是那种学生都很坏，就是家长口中的别人家的孩子。是双子座吗？我们双子呀，追求新鲜感。